我们所有的人类高龄再次的呈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类的心中，最重要的这次在环岛行脚台湾，我们常注重以及我们的白金家人，感恩你这一路的扶持，也祈愿我们背后的所有的万幸万灵，也就是主的养生，感恩阿弥陀佛，感恩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带领，阿弥陀佛。